哥，你们家这大鱿鱼是怎么做的呀？怎么这么香呀？我回家赶紧买条鱿鱼，我也这样做。老妹，我吃的是咱们家香辣大鱿鱼，这个回家不需要你做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香香麻辣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想吃，说点关注。像这样一包啊，是450克。给我点关注，视频下面黄的购物车，拍五包，10只，我啊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那我赶紧来一份。其实啊，大家都知道，真正的乳山生蚝啊，天气越冷它越肥，给大家检测一下。而且啊，这个季节的时候味道特别特别好，所以说啊，我给大家推荐咱们家的乳山生蚝，给大家检测一下，个个都是满壳的小胖子，满满的都是籽。如果你也想吃这样的小胖子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/10斤，我啊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嗯，现在啊外面天气也-10几度，生蚝呀是已经达到最肥的时候了，味道也是最好的时候。你看呀，咱家都是满壳的小胖子，关键这时候啊价格很实惠。你呀今天给我点个关注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/10斤，我啊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哎呀，我先吃。嗯，很多啊朋友啊想吃咱们家的香辣大鱿鱼，咱们家的香辣大鱿鱼啊肉啊就是非常紧致 Q 弹，回家不需要你做，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今天如果你也想吃，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这一波啊是2只，你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拍8只，我再给你送2只，10只啊我再给你包邮到家。有的表哥说啊他喜欢吃生蚝，但是啊想等到过年的时候多买一点回家。表哥，咱现在抓紧时间吧，快递啊马上要停运了，受疫情的影响啊快递停运了，咱又发不了了。咱家个个都是满壳的小胖子，如果说啊你也想吃这么肥的生蚝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1斤是5个，回家啊凉水下锅，水开煮个1到2分钟即可出锅。哎，蘸上这个美味的蘸料，来上一口。为什么都说生蚝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？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生蚝啊所有的精华呀。你看到没有，就是中间啊这个乳白色的地方，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有美容院的由来，就这个位置。嗯，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你来上一份尝尝。嗯，我呀听表哥说他想吃生蚝，那表哥你看看咱们家的生蚝怎么样。咱们家的生蚝呀现在天气啊-10几度，越来越肥，而且啊你看看都是啊带籽的，关键这时候的生蚝啊味道好，关键啊价格还便宜。如果说你也想吃咱们家这样的小胖子，你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呀，99/10斤，我呀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嗯，这大冬天来上一口，晚上怎么也睡不着。朋友，你喜欢吃大鱿鱼吗？看看咱家的大鱿鱼，肉质啊真的非常紧致 Q 弹。回家呀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今天你要想吃啊，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一包啊是2只，你拍8只，我再给你送2只，10只啊，我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嗯，嗯，朋友。咱们家的大鱿鱼啊肉质啊非常紧致 Q 弹，回家啊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鲜香麻辣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10只2.9，我啊还给你包邮到家。录一盘小肥蚝，如果你也想吃我手上这生蚝啊，
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99十斤，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撸个生蚝串，最近啊，有粉丝私信我说我是骗子。他的回生蚝呀，买回家之后啊，说和我吃的生蚝不一样。他回家呀，自己说煮了半个小时。朋友，你要记好了，咱们家的生蚝呀，你拿回家之后，水开，凉水下锅，水开煮个两分钟即可出锅。如果你也想吃我手上的这个生蚝，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99十斤，我啊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，个个都是这样袋子的。但是一定要记好了，回家呀，凉水下锅，水开一到两分钟啊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因为呀，生蚝啊是软体动物，你越煮啊，它肉越小。特别的绝。嘿，表哥，你们老是问我呀，为什么生蚝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？其实啊，生蚝的所有的精华呀，都是在这个部分。你自己看，就是中间这个乳白色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它的精华所在，特别。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啊，全在这里面。现在啊，你要想吃啊，你得抓紧时间了，因为啊，快递啊即将要停运。像咱家这种满壳的小胖子，你如果说再不吃啊，咱只能等到明年了。现在啊，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99十斤啊，我啊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呢。来上这一口，不过瘾吗？太爽了。之前啊，有好多朋友说要到过年的时候啊，想买点生蚝回家吃。朋友，听我的，咱现在再来上一份尝尝吧。因为啊，受疫情的影响，快递啊马上要停运了。像咱家这样一斤啊是五个的，个个都是满壳的小胖子生蚝，你再不转啊就吃不到了。那就一个鲜一个嫩，回家凉水下锅，水开煮个一到两分钟即可出锅。个个都是满壳的小胖子。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99十斤，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太美。最近啊，听说表哥表嫂啊又闹别扭，说啊表哥睡得太早，具体为什么咱也没敢问。哎呀，咱啊还是老老实实的吃咱们家生蚝吧。咱们家生蚝啊一斤是五个，99十斤啊，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表哥，咱啊多来点生蚝。听说啊，你们在蛋糕房里面啊，买一个榴莲千层啊，要几十块钱，那你啊还不如来咱家呢。咱家的榴莲千层啊，一盒啊是6寸，都是纯正的榴莲果肉制作而成。如果说啊你家里有老人、孩子、孕妇啊，都可以直接吃，不添加任何防腐剂、添加剂。而且如果说啊你是一个上班族，或者说你是一个吃货，你尝尝咱家的榴莲千层，咱家榴莲千层啊，解馋解忧解心酸。今天给我点关注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拍一盒送一盒，两盒我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太过瘾了。喜欢吃大鱿鱼的朋友啊，你啊一定要来咱家看看咱家的鱿鱼，肉质啊非常紧致 Q 弹。今天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一包啊是两只。你呀、拍8包，我呀、给你发10包，给你发10只，给你包邮到家呢。都说呀，生活要想过得去，那生蚝啊它就必须要给力。咱们家的乳山生蚝啊，个个都是满壳的小胖子，一斤啊是5个，回家水开煮个2分钟即可食用。
哎，嗯，今天啊，你点击视频下面黄的购物车99十斤，我呀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嗨，朋友，想吃生蚝啊？你现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，因为啊受疫情的影响，快递啊马上要停运了。咱们家的生蚝啊一斤啊是5个，都是啊满壳的小胖子，你自己看，个个都是带籽的。那，老鲜老美味了。如果你也想吃啊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十斤，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关键啊，时间啊不等人了，您还不抓紧吗？最近啊有表哥私信我，问我啊现在要吃什么样的生蚝，那肯定是咱们家的乳山大生蚝了。哎，看一下，都是满壳的小胖子。咱家的生蚝啊，天气越冷，它就啊越肥。关键呀，这时候的口感最好，价格还是很实惠。看一下，满满的都是籽。今天啊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表哥点击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99十斤，给你包鲜包活包肥，给你包邮到家。